们现场拱手握手。以前台湾的各行各业大概都有退休，退休制度，但是咱农民只有老农津贴，没有退休金的制度。所以今年2021年开始，我们开始执行农民的退休储金。所以，但是不是讲哪有退休储金，咱就无老农津贴，老农津贴还是继续的给，在这个之外，我们再加上这个退休制度，所以加起来哦，你若是今嘛是40岁啦，你今嘛就开始参加，啊，你参加25年，就是65岁退休的时阵，咱一个月还佫会使领24000。